天就想问，大家好。好。OK， 我们生意之来呢，都是在比较 high net worth 的 market 活动。OK。Even 过去两三年，我暂停了，没有做到 MLD， 但我还是继续的在跟我的 agent join field 谈一些比较 quality 的 case。所以呢，我在市场上的 info 是没有断的，而且呢，我在市场上的 info 呢，我都是要 update， especially on legal and taxes。因为这两个东西呢，是很多有钱人很谨慎的，对吗？比如说2019年 ，OK， 有了什么变动？2019年的 budget 有两三样东西变动了。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RPGD， 你们知道什么叫 RPGD 吗 ？Real Property Gain Tax。以前呢，如果你少过五年，你卖的话，你会用 RPGD， 对不对？超过五年，你需要 pay RPGD 吗？你是 zero RPGD 的 ，unless 你是 PR or 你是什么样不合，对吗？你就要 pay RPGD。那么这个 news 呢，到底对我们做在我们做 high network market 呢，它怎样变成一个 concept， 它怎样变成一个 selling skill， 那个是第一。第二，我相信呢，我们的 income tax department 呢，近来正在积极的帮我们 open case。你们知道 income tax 怎样帮我们 open case 吗？平时说你们要自己 open case 吗？对不对？现在 income tax 在很积极的帮我们 open case， 怎样 open case？ 谁可以跟我讲？这样应该可能你们没有收到那种信哦。就是呢，如果你有 income 忘记报，特意不要报，我有 income， 我有把你以前转移到 Singapore 外国 ，for example，OK，这笔钱是我过去没有报税的。然后今天 income tax 给你什么 opportunity， 在3月1号之前或者是在6月1号之前，他给了一个什么 opportunity 给你呢？自首3月1号你 surrender fine 10%， 本来要 fine 你 300%， 对不对？如果你在6月1号之前 surrender 的话呢，那就 fine 你 30% 10% and 30%。 请问如果你的客户有收到这样子的信件，你有没有机会趁这个时候呢，切勿谈Big protection， 谈大保单，他怎么样另去谈大保单？他怎样另？我只要会另吗？也不会另的话呢，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普通新闻嘛，对不对？如果你会另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 concept， 它就变成你的 customer， 对不对 ？Example， 顾客收到这个信的时候 ，Example， 我在新加坡有2000万啊，我的 customer， 他说我公公一直这样子放到现在有2000万新多了在新加坡，怎么办？啊，因为以前的人呢，就是赚了钱就把钱丢进去，转到新加坡去，这笔钱到底 clear 不 clear 也还不知道，也不清楚，怎么办？两个 solution 对不对？你要做两个 decision， 人家给你两个 solution， 你要做两个 decision。第一，不要理他 ，ignore， 对吗？管他，抓他。再请律师，我再请 accountant 去跟他 fight， 对吧？第二个呢，那个 decision 呢，承包surrender，OK，我对我在新加坡，我在哪里，我有这些钱 ，OK， 所以你要 tax 我，我 tax 啦，10%， 你要三月一号之前你要我就给你了 ，OK， 我的顾客呢就时常问我，因为他们每次收到这样，他们收到这个信嘛，我的顾客问我要 surrender 还是不要 surrender，OK，如果你是在就是说比较 high network 的 market 活动呢，他们时常会问你这个问题啊。我跟他说是我surrender， 我跟他说是我不会 surrender。 他说我的 consultant 跟我讲不要 surrender， 等他来抓的时候才谈。如果是你 surrender 还是不 surrender？ surrender 的洗手，看到吗？多数的人不要 surrender， 对不对？不要把这笔钱 surrender 出来，不要 disclose 出来，多数的人不要，这个叫 China man， 对吗？不 fight 来的时候我才 fight， timing 你要对， OK， 你要 fight timing 你要对，那一天你要活着，对吗？那一天来的时候你没有活着，你的 loss 可以去到 300% and above， 对吗？可以不可以超过300%？可以吗？这样子的话，你的 loss 谁帮你 cover？ 人生啊，越活越简单，对吗？人家讲不用吃饭都没问题。我们有时也是没有吃饭的，我们晚上也是特别不要吃，吃一点慢一点就好了。
哎呀，在75到77公斤的那个体重啊 ，OK， 所以人生是这样，你越生活慢慢越简单，经济也是越玩越简单，对吧？你如果把经济越玩越复杂，哎，脸上就不太懂经济啊，对不对？人生，每个人生的一个机会呢，就是用最简单的暴力创造财富。请问是用什么产品？暴力创造财富，用什么股的？目前在马来西亚的 financial institution 里面，有哪一个 financial institution 可以给你的 product which is 可以给你暴力创造你的财富？有吗？只有保险。我们为什么有 confidence 做 high level market 呢？第一，我 very confident 的 insurance concept， 你给我 3%， 我给你 100%， 对吗？你有1000万，你放银行利息有4%，你给我3%，我又创造另外一个1000万 ，immediately double up。1000万变成2000万，3000万变成6000万 ，immediately 非常容易的，只要你可以有 financial proof and 你的健康 proof， 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把它 double up， 对吗 ？OK， 刚才我们讲了刚才那个 ，so timing 不对，死的时候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个字眼吗？这个字眼你们要背一下啦，等一下啥？你们知道什么叫 AEOI 吗 ？AEOI， Automatic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Initiative with the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gned by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IRB has begun to receive information.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不懂啊 ，OK， 稍等，大家讲一下。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kay, financial information, particularly regarding ownership of overseas bank accounts since September last year. 你在新加坡放多少钱？政府知道吗？有100个国家已经 sign 了，我们可以 exchange information. John Chong 在新加坡有多少钱？我是 IRB， 我 keep 他的 data。我可以 check out John Chong 在新加坡有多少钱，对一下他的 tax put tally， 对不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proof？ 你怎样来的？你的钱怎样来的？你不能够 proof frozen， 对吗？之前我跟你们谈过的，不知道谁有没有听有你们大家有谁有没有听过我讲的 bypass？ OK， how to bypass 那个今天不要讲。OK， 所以如果他 check 到这个东西 put tally。你要请谁去跟你翻？你要请旁边，你要请罗爷跟你翻。你的身家是走杠线翻的来的，死了过后又要请这些专业人士去跟你翻。你再生的时候冒着风险建立你的财富，死的时候又把你的财富交给一般专业人士去拿掉你的财富。Economic wise 不聪明，对吗？玩经济玩得不聪明，玩得很复杂，你的 loss。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为什么我们不要有 better， 用 better 的 solution， 对不对？因为他可能没有遇到很敢在他面前给他 solution 的 agent， 去到他的面前可能只是给他很 simple 的 solution， 来买个 medical card， 中 cancer， 中心脏病，我给你包到完你的医药费 ，that's it， income replacement， 你没有做工。一个月，然后从保险公司拿1万或者2万块，基本 solution， big solution 不敢提，你就不能够有 big case 啊。别人去提，就别人做。如果遇到我就是刚刚提。为什么我刚刚提？因为我都不怕他 reject 我。为什么我不怕他 reject 我？我都知道我的游戏是 ratio game 游戏。我要做20个 case， 我就找60个人谈。我 ready 40个里面有一些是给我做白老鼠的，有一些是他 reject 我的，有一些是我要 reject 他的。我都知道我的游戏，我做的游戏，我玩的游戏是 ratio game 吗？我去 close case 不是100%的，我谈60个有40个会不成的，如果只需要20个，20个我要赚每个 case 我要赚2万块，哎，平均就大概是400块左右，再参差一些比较小的，可能就15块钱的那个 premium。所以要有那个胆量，为什么你不要跟他提起一些比较 big 的 solution， 是吗？你 not confident on
insurance product you're not confident of, 霸道方的 platform. Bank 跟保险公司的 difference 啊 ，Bank gather public money 对吗？对不对？我把钱放进去 bank 就收了 public money。我是 bank 的老板，我就变得非常有钱嘛。你是 depositor， 你有事情你是来拿回你的钱，对不对 ？Bank 这个 financial institution gather public money。Insurance company 是不是也是 gather public money？ Insurance company 我把钱 insert 进去，我有事情，哎，我给你3%给回我 100%， 看到吗？这两个 financial institution 的不同，哪一个比较 powerful？ Protection， insurance company 做得到 ，saving 可以吗？我把钱塞进去 bank， 度蜜月死掉好了吗 ？Jam， 为什么 Jam？ 因为 under Malaysia Distribution Act。Will act or without will, subject to frozen, 对吗？我的 customer 也就是我太太的亲戚 ，frozen 13年，他的法庭文件一大堆，全部我都看到完了 ，complicated。我也不迷恋，我把它 insert 进去大东方的 GBWM。大东方有扮演 saving plan 的，saving 帮助他 saving 的角色吗？我死掉，我的钱没有被 frozen 啊 ？Why nomination act？ 对吗？大家都知道 nomination act。为什么 nomination act 这么重要？为什么？因为当一个人不在的时候呢，我们需要 liquid cash， 我们需要套现，对吗？我们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所以呢，在玩经济，在玩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去跟这些比较有钱的人谈呢，你再聪明，你一定要把保险公司 involve 在你的整盘游戏，一定要把保险公司拉进来，你不要只是把bank 拉进来，拉保险公司下水，带他们一起玩，因为你有机会赚 public money， 大众的钱。你们知道什么叫 pop， 讲赚大众的钱吗？你说什么呢？好 ，OK， 我们有5 million policy holder， 你买1000万，一个人丢2块钱给你，也有1000万 public money。大东方用了110多年建立了一个 platform， 他这么辛苦去累积5-600 million policy holder。我们就是这样子用就可以了，你不用像他这样子去放一个保险公司来 get public money， 你只需要用它就可以了，简单 simple， 赔出来的钱，你从银行拿出来的钱还有 tax issue， 还有很多 argument， 你从保险公司赔出来的上面券是 totally 没有 argument， 而且它是一笔什么钱呢？它是一笔叫做 capital， 它可以给你的后代做什么呢？它给你后代做它是一笔non-taxable 的 capital， 你知道买什么 capital gain tax 对吗？你买股票中 tax 吗？你买股票不用中 tax 对吗？因为 capital gain 嘛。如果你的后代拿到这个1 million 呢，去买股票 ，for example， 他赚了 30%， 你的后代是不用 pay tax 的。只有不需要 pay tax， 你的后代或者你本身更容易做 accumulation， 而且呢，那个财富就会越来越大。游戏这样玩吗？我就讲一个故事。OK， 40年前，一个老太婆很勤劳，每天就她就买了一个15亩的地，她就拿锄头每天去种可可，种可可。那个时候刚好价钱很好，她每一天去做，每一天去做呢，她就买下了150亩的地。她用10年的时间拿着锄头去种可可，买了150亩的地。他买了150亩的地过后呢，他就死了，okay， 死了、哦。到他的第二代和他的第三代，40年过后呢，第三代已经来到了差不多接近50个人 ，OK， 150亩的地没有被发展，没有被 expand。如果今天他们坐下来开开会，决定家族决定，我们决定要分掉这个150亩，请问一个人分多少亩？我们一个人可以分到？他们的子孙一个人可以分到叫某3亩，为什么婆婆留150亩，她的孙会变成3亩？3代没有人才，是吗？是不是？叶老板跟我讲，不是每一代都出人才啊。OK， 所以要准备，要 prepare 啊。OK， 3代可能没有人才，但是我觉得不是。我觉得这3代人都没有遇到一个像我们这种 insurance agent， 教他利用保险的方式来继续把它 expand， 因为他没有打算再 reinvest， 他可以用保险这个工具把它变成更大，
example 150摩的师傅，当初他伯伯拿3%到5%的师傅，再来买一个相等于150摩价值的那个 land price 或者3倍5倍，然后每一代都教他们这样子玩，只是用保险一个工具。今天可能每个子孙得到的 value 都是150摩，而不是3摩。这个叫做 generation risk。如果你没有用 insurance uncertainty 做 planning， 对吧？第八，他不听你讲 ，OK， 或者他不给你机会。你觉得他的损失比较大，还是你的损失比较大？肯定是他的损失比较大。而且呢 ，generally 呢，整个 public 大多数的 public 还不知道保险可以干什么，以为保险只是做一些简单的 medical tax cancellation 这样子的 product。所以你要买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构图一个比较不同一点点的那个领域，不同的 market， 提高一点你的 professional knowledge， update 一点你的 legal access， 根据目前的这种时事来 present 给你的 customer， 可以吗？15分钟啊，我不想超时啊，不用，好，谢谢。